网传一则视频显示，一辆一吨载货罗尼的货斗冒出一辆轿车车尾，而整辆车身被塞进货斗后，用帆布盖着，剩车尾悬挂在外摇摇欲坠，其他交通工具纷纷不敢驶进。违规载送轿车的载货罗尼已被陆路交通局执法官员拦下采取行动。当局昨日在龙市一带展开取缔行动，针对各种违规开罚单，其中包括无驾照驾驶、车牌违规、无车险上路等。有关视频在网上传开，网民们对这滑稽一面哭笑不得，但大部分人抨击这个危险做法。